大家好，我是胡服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的话呢，花点时间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由 Number 57所推出的盔甲小队系列。之前有给大家做过战舞了啊，那么这一款的话叫做龙渊。我当时在他们家的微博上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呢，我先是想到，哎，这是古罗马的士兵嘛，对吧？这个像是罗马战士一样的头盔啊，还有这个大盾啊，他们的方阵那种作战的一个标配的武器。我想说，哎，这个感觉挺有意思的啊。后来看到他们的这个盒子的话呢，还有写个一个武将啊、士卒，瞬间这个立刻中华风的感觉就出来了啊。这个有点像三国时期吧，应该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武将的一个造型。那么，当然，如果你要跟我说有这个戟的话，这戟的话可能在更后面的朝代才会出现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我个人呢对冷兵器呢是比较有好感的，比较有兴趣的。那么这一款龙渊的话呢，我手上有两盒。那这个里头的话呢，组装完成之后的话呢，我是把它一个就是一个武将的造型，一个是士兵的造型。但是呢，这盒子里头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配件呢，其实呢都是没有用到的啊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啊，他们的一个配件OK，里头有很多，比方说他们有这个应景的红色的盔甲的部分啊，你可以把他们的甲胄换成红色的，包括他们的这个盾牌啊什么的话呢，也都是有红色的圆形的盾，甚至兵器的话也可以换成红色的配色。但是呢，我只有两个士兵啊，或者是说一个将军一个士兵，是凑不出那么多的一个花样的。那这个其实呢，我要提一下，他们这个系列的话呢，本身在组装的部分呢，是组装的手感的话是比较一般，把玩的一个可玩性的话呢，可动度是很高，不赖。但是他们有一个毛病啊，就是他们那个每一盒里头呢，可以拼装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所谓的核心素体。那么这个核心素体的话呢，再配合外挂的这些装甲什么的啊。可以衍生呢，变成说，比方说之前给大家做过的这个战舞，它也是核心素体。其实这两个的核心素体是完全一样的，那甚至的话呢，是更早之前有给大家做过这一款啊，这一款的话，哎，名字我有点忘记了。Anyway，它每一盒只能有一个核心素体，但是呢，里头配备的兵器呀、盔甲确实很多。就像这个一样啊，它就告诉你啊，它是可以有一个士卒跟将军两个的。但是呢，你只能选择其中一款呢来做一个搭配的。那非常可惜，我是希望说，他们如果这个核心素体可以另外单独卖的话啊，可能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同好朋友愿意来收集了啊。因为你等于是说呢，你像我这个将军的话呢，其他的配件呢完全用不到，非常的可惜。那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说有一些配件呢也给的不够多哦。举例来说，这两个人物的话，他们的背部的这个甲胄的话是共用的，但是每一盒呢又只配了一个背甲给你。那变成说呢，即便呢我去拿了另外一盒的核心素体过来，我一样呢是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武将跟一个士卒。这一点的话呢，真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好好改善一下零件数的分配上的话呢，是强烈的希望呢，他们是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士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士兵他的后面是没有护裙的，没有护裙的造型的话呢，它的可动度的话就会比较好。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水口清不干净啊什么的，各位就担待一下。我个人并不是非常擅长组装的，但是这种基本的这些小拼装的话呢，还是难不倒我。只是在你要我把它做得很漂亮的话呢，这个我目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。只是说呢，因为最近的话呢，刚好有一点小疲劳，那讲话没什么力气，又不想这个做太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就静静的组个模型。那刚好手上有这一款，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大盾的这个造型啊，就想说先把这个士兵呢给组起来了啊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这个戟的部分的话呢，这个看上去也是比例很大很够，站立性是没有问题了啊。那么呢，它的话呢，另外一个武将的部分，才刚说站立性没有问题，马上就跌倒啊，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本身的这个地板的话是有点不平整，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凹洞啊。那么另外这个武将的话呢，我是让他一手拿着这个大刀，另外一手是拿着长剑的。那他的一个头盔的话呢，造型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那我个人很喜欢啊，他多了一个裙甲的一个部分。
那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十字弓，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十字弓。那举例来说好了，这个十字弓的话，这个部分啊，你如果不要这个十字弓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给转一下，扭下来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配件，一个，这是一个火枪啊，铺上去，这样，它就变成是一个火绳枪。那同样的这个情况的话呢，武器的这个部分呢，你看这个武器中间这一块啊，它跟大刀的话呢是这个部件啊，两者是共用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一盒里头呢，你只能组出一把大刀啊，或者是你要把它换成十字弓。那这一点的话，还是一样啊，出现在零件数的分配上了。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呢、啊？因为这样一来会造成非常多的零件呢，暂时是用不到的哦，比较可惜，比较可惜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以它的一个可动度啊，还有这个人物的造型度的话呢，我个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欢的啊。那么如果说呢，这个缺点能够加以改善哦，至少的话吧，把这个核心素体呢变成可以单独贩售，我想的话呢，应该可以增加蛮多的同好愿意来收集了啊。因为呢，这些配件的话呢，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，我们也可以拼装出更多的这一些士兵啊，来做一个展示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